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汽车世界编神，今天很荣幸有机会可以带大家开着 Hyundai Emblem 到 Sonoma California 赛车场跑道去体验一下。现在到了 Sonoma 赛车场，那你可以看到有 Elantra 跟 Kona 的 Emblem 都在这里排着队等着我们开。好，现在再近距离看看 Emblem 跟普通的 Elantra 有什么不一样哈。这个颜色特别吧，有前后 spoiler， 大钢圈，红色的 molding， 前面进气口非常的 sporty 哈。好，现在准备在跑道上面开车。Good to go. Yes. Perfect.今天在跑道上面开过这个 Elantra M Model， 是非常不错的一个 Sport Car， 平时上下班可以开， Weekend 也可以到跑道上玩两圈，是非常值得的。